梦吃个金丝瓜。上次因为生吃被好多人喷，咱现在终于学会了，原来是要煮熟了。还真是，你看煮熟了之后就能拉出丝儿了，你看超多的丝儿。上次买的那个不是都已经长老了吗？今天买了个小一点的，看，来放点料汁，看啥样子的啊。哎呀烫，刚蒸熟的，看我老是被这个辣椒油呛到，就是那种脆脆的，还挺好吃的。的确是被蒸熟了要好吃，上次那个生的吃起来是苦的。好吃，再放点料汁，我估计这个要是包饺子或者是包包子肯定会更好吃的。有的人说叫南瓜，有的人说是叫角瓜。说实话，小娟真的是第一次见这个东西，以前没有吃过，也没有见过。